一呼一吸我们能活着，就是你的神迹，主啊，就是你的作为，就是你的恩典。主啊，让我们每一位活在你面前的人，主啊，我们真实的能够经历到你完完全全的与我们同在，在我们的灵魂，在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，每一个组织，主耶稣，你都愿意来向我们发出你的口令，让我们得着你从上头来的平安、喜乐和健康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，在这个要进入冬季之前，主啊，许多的弟兄姐妹的身体需要主你伸出你大能的恩手来保守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，有健壮的身体，好让我们服侍你的时候，我们就像一只健康健壮的小驴驹。主要用它，主啊，主要用它，不但我们身体健康，同时我们的灵性也要成为一个真的跟随耶稣、顺服耶稣的人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是何等的伟大、奇妙、全能。主啊，你是基督，我们不跟随你还跟随谁呢？主啊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迁到爱子的国度里。主啊，让我们在爱子里天天也享受主耶稣你赐下的恩膏、权柄、能力，让我们靠着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。主啊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，主啊，我们得着上头来的能力，我们就能做刚强壮胆的人，不怕撒旦仇敌任何的侵扰，因为我们有从主来的智慧，有从主来的权柄。但是主，当我们面对你给我们的各样的灵魂在我们的面前，主啊，我们要存柔和谦卑的心，我们要有祝福的心，要有感恩的心，好让我们可以跟人群之间架起桥梁，把你自己恩典的福音带到人群中。主啊，我们面对你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降服在你大能的手下，你是至高者，你是至高权柄，你是全能者。Yes. 我们伏在全能者的手下，我们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我们是最安全的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感谢你，再次的带领我们，在这七日的第一日，你召聚你的众百姓，来到你的殿中，一起来敬拜你、赞美你、感谢你，让每一位在这里敬拜赞美的人，用心灵与诚实都蒙主的悦纳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